道什么强项？对，不是吃柠檬，而且不怕酸。对，你可以张开眼睛说话吗？但是我的眼睛背叛了我的心。他很整齐啊！啊，我自己很整齐啊，合格啊！以我来讲是合格，我标准比较低啊。哎，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